好，大家好，是莫莉奥。最近大家应该很难买到这个东西吧？好，这就是口罩，然后又要排队去买，而且还不一定买得到，而且排队要花很长的时间。好，那我最近在想说，有没有什么口罩是可以取代这一种，然后可以使用的效期比较长一点？刚好真的有一个这样的口罩，哦，就是这一款 MEO， 这个品牌是 MEO， 是一个纽西兰公司设计的。然后它有另外一个别名叫做防雾霾口罩，哦，对抗在空气中的这个悬浮粒子啊、微尘粒子来讲是有很大的防雾效果。然后我买回来才发现，它这个都大有噱头在里面哦，就是说像它这边有写一个人名 Karen Walk， 好，这个我去查发现它是一个他们纽西兰当地的一个服装设计师，所以说呢，它这个前面这个口罩的样式呢是经过这个设计师设计的，然后这边就会有很多它的图案的样式，那往后看呢会觉得它更厉害哦，因为它这个口罩呢。总共有三个阶段去拼凑的，第一个就是前面这个是设计师设计的一个花纹样式，那中间他设计的这个细胶的绑带呢，它是可以清洗的，而且呢，它这细胶绑带呢有分 S、M、L 三个尺寸。那最厉害的地方，也就是它的核心的技术，就是它这个滤芯，他们用的是羊毛的材质，然后上网查才知道，原来羊毛的透气性是比较强的，会比一般的这个滤芯透气性高3到5倍。戴口罩我们最怕的就是闷，没有办法喘气啊，或者是有时候时不时就想要拿下来，因为呼吸会不顺畅。那它透气性如果做的很强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那再来就是它的滤芯也是它最强的地方，因为它这边有两个认证标章，它可以过滤 99.99% 空气中的悬浮细菌。那再来另外一个点就是它可以过滤 98% 大于 PM0.1 的微尘粒子，0.1 的粒子其实已经到非常非常的小了，那它还可以过滤它，就代表说它的这个效果呢是真的可以达到是跟雾霾的损害呢是可以匹敌的，大概是这样，是这样子。好，那我就把它拆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一些构造跟它的一些设计吧。 Go。好，拆好，我们把它打开哈。那你看到它打开很酷，这边要告诉你哈，就是这个是世界上最创新的防雾霾口罩。好，那打开呢，这边就可以看到左边呢是它的这个口罩的这个设计的样式。好，那右边呢这边还有，这是它替换的，好，不同的花纹。然后这边有很多种，然后还有它的一个收纳袋。啊，再来应该这个应该就是滤芯了。好，那我买的是 L 的尺寸，那每一个滤芯呢都是这样子密封式的包装。OK， 那我们就把它组装起来看看吧。好，本来要组装给大家看，结果我发现它拿出来就装好了。好，就是它第一层呢，就是这个棉质，第二层是细胶绑带，好，那第三层就是这个滤芯，然后呢，它还多附了三个这个棉质的设计的款式，好，可以让你去替换，好，也是方便你到时候去清洗的话，你可以换不同的款式。那滤芯也给你三个，好，那这三个滤芯再加上它里面的滤芯的话，总共有四个滤芯。那它的一个滤芯官方数据是可以用2个礼拜，好，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口罩的一个对比，好，那但这个是因为它已经往内凹了，所以看起来会比较小一点，好，不过。实际上我这是 L 的尺寸，算是蛮大的啦，非常适合成年男性的。好，那它里面呢也会有这个说明书，好，告诉你它的口罩的构造，好，包含后面的替换的方式，它都有非常的清楚的写给你看，操作上来说是非常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我就直接佩戴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吧。好，那我已经把它戴上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它佩戴起来呢跟传统口罩不一样，就是我们一般这个是要勾住耳朵，那它这个不用，它这个是用细胶绑带，所以它是直接这样子，然后挂在后面，那你是可以调松紧的。然后呢，它戴起来呢。跟传统口罩比较起来，它那个呼吸的感觉会比较好一点。那戴起来的话，我觉得是还 OK。那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形是这样凸出来的。好，那滤芯就在这个里面。如果你刚好也有在物色这一款口罩的话，那它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型。好，影片差不多到这边告一段落啦。如果大家对这个口罩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因为这个最近还蛮流行这一款的。好，影片到这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拜拜。